直播把10月3日去凯尔特人在主场与骑士展开季前赛较量。此役欧文休战，骑士在乐福连续得分的带领下，首节即以32-19取得两位数领先。此节骑士越投越顺，多点开花的他们在半场结束把领先扩大到59-40。一边在战，两队逐渐换上一众替补，骑士稳扎稳打把领先维持到中场。最终六人得分上双的骑士以102-95击败利军。骑士开局率先找到手感，乐福命中后撤步中投和三分，胡德也强突篮下转身勾手命中，两人帮助球队打出11-2开局。但是绿军及时给予回敬，杰伦布朗连续反击快下上篮拿到四分，率领绿军打出高潮，把比分缩小到8-11。骑士在此节中段找到外线手感，奥斯曼和胡德接连命中三分，克里夫兰人再次把领先扩大到21-13。两队之后逐渐换上轮换阵容，海沃德连投带罚为绿军拿下三分。不过克拉克森在此节最后一分多钟突然爆发，他先是突破得手，随后飙中三分，个人连得7分，帮助骑士在首节战罢把领先拉大到32-19。此节绿军凭借默契配合传导出空位投篮机会，斯马特和海沃德接连命中中投，但骑士加强对内线冲击，汤普森和乐福频频轰炸篮筐，联手砍下8分，骑士一次12-29继续领先两位数。此节中段绿军突然哑火，在三分钟的时间里只有莫里斯上篮得到2分，骑士则延续着良好手感，胡德和奥斯曼中投得手，乐福飙中3分，多点开花的骑士打出一波10-2，把领先拉大到52-31。虽然塔图姆之后强突内线为球队打破僵局，但是绿军整体进攻效率仍然不高。反观骑士凭借乐福和汤普森连续制造杀伤命中罚球添分，克利夫兰人以59-40领先进入半场休息。一边在战，绿军找到外线手感，斯马特和莫里斯飙中3分，帮助球队把分差缩小到50-63。但骑士及时做出调整，替补上场的第八顺位新秀塞克斯顿挺身而出回敬一记3分，骑士得以止血。两队之后陷入拉锯状态，找到手感的莫里斯强攻内线的手并飙中3分，个人独砍8分。不过克拉克森马上在罚球线连中二记中投回敬，塞克斯顿再中3分，骑士一局15-59保持着两位数领先。此节末段，斯马特和莫里斯为绿军延续着3分火力，而骑士的替补阵容多点开花，恩瓦巴命中打板中投和底角3分，日玉奇制造杀伤命中二记罚球，骑士继续压制着绿军，以84-69领先15分结束第三节。末节两队都派上一众替补，骑士的恩瓦巴延续上第三节末的状态，帕里图外投频频得手，个人连投带罚砍下7分，帮助骑士以90-74保持着两位数领先。不过骑士在此节中段突然哑火，绿军替补杰夫罗伯森、泰斯和科比西芒斯等连续得分，率领球队打出一波14-2的高潮，一举把分差缩小到85-92。关键时刻塞克斯顿命中高位中投，紧接着日月奇补篮得分，骑士得以把领先重新扩大到两位数。绿军之后未能再掀起追分高潮，最终骑士在客场收获一场胜利。双方首发凯尔特人罗奇尔、塔图姆、海沃德、杰伦布朗、霍福德、骑士乔治希尔、胡德、奥斯曼、汤普森、乐福一起摇摆。